杨政委啊，你知道呢，在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地方，叫做内蒙古啊，在这个地方也是广阔的大草原，草原上呢生活着一群又一群的非常非常能歌善舞的姑娘。没错，而且我觉得这群姑娘们的舞蹈中透露着一群幸福和喜悦。下面呢，就让我们欢迎哥廷根文化协会的妈妈们为我们带来蒙古舞。Damen, das Kulturfeier Hans Göttingen, kann man mit ihren mongolischen Tanz. 掌声有请。